好，感谢主，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这一堂来到第三篇，好吧，我们把第三篇的篇题一同来宣读。为着召会这一个新人，以基督做我们的人位，再一次哈，为着召会这一个新人，以基督做我们的人位，非常熟悉的一个篇题，这里啊特别讲到召会。其实啊，它不仅是基督的身体这一面，它特别在这里讲到是一个新人。刚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一开头啊，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啊，主将我帕子除去，这个叫我们呐、能够得着真实的启示，使我意象清楚。好像这个题目我们很熟悉，我们也很常进入。来追求，但是啊，到底我们有多少的认识，有多少的经历，还有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到底有多少的应用，觉得我们都需要借着这样的篇题在主面前有一些的寻求蒙主的光照今天我们特别强调，我们今天要真正的教会生活，这个就不是外面的一种的规条形式化的召会生活，它的关键只有一个，就是我们需要以基督做我们的人位。所以我们今天所要的还不只是这个外面好的召会生活刚刚弟兄一直在强调我们需要有真正的召会生活这就取决于我们需要有认识，有经历，还有我们需要活包罗万有的基督，这个是非常的紧要。若是我们在基督以外有许多的替代品像昨天晚上弟兄提醒我们很多的替代品，我们就可能失去了这个真正的召会生活。所以我们在这一个篇题里面盼望求主来光照我们。虽然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都认识这位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为我们舍命流血，感谢主，使我们得蒙救赎，非常好。那再有一点追求的基督徒，可能就会深入一点，认识到这位主耶稣基督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他还是我们的生命，还有生命的供应。但是呢，比较少的基督徒信徒真是在那里认识这位基督，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不仅是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这个不多的基督徒在那里认识这位基督还是我们的人位耶。所以今天我们真是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这个除去一切的帕子这个我们真是要来看见，要拥有这个，要有这个真正的召会生活，我们需要以基督做我们的人位我们需要有一种的看见在这个神圣的启示里面这个可以简单的分有三层首先可能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福音还有神的救恩的这个接受可能一个基督徒在得救以前还不认识，有人传完福音之后我们得救了这个我们好像就大概认识了这个福音还有神的救恩，但是再进一步我们也在那里经历神的祝福甚至这个神在那里使我们能够昌盛，使我们在主里享受喜乐，享受平安。但是在这有一个最高的一层，就是我们需要认识在神圣启示里面讲到有神的经纶还有他的分次他在那里不仅要拯救我们免于沉沦，或是给我们一些的平安喜乐还有祝福。今天我们看见神的经纶是什么呢？神的经纶就是要将他自己分次到我们的里面甚至他要把这个人位做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在召会生活里面不能够只是有一点肤浅的领会跟认识我们需要有更深的领会
更深的认识啊，使我们呢、啊、在这里能够啊对他有更深的经历啊，这个叫我们的教会生活啊，这个不应该有基督以外啊其他许多的替代品啊，这个我们需要啊更多的活包罗万有的基督啊，使他做我们的一切，也做这个人位啊。那我们在这里说到这个基督的身体啊，当然强调他生命的一面啊，也讲到啊这个一个新人其实是强调他的人位的这一面。那生命跟人位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啊，那弟兄们，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第二十六面啊，第二十六面下面呢、啊、有指示信息摘录啊，这里啊说到啊，这个在第一大段的信息摘录说到，我们需要看见基督的身体与新人之间的区别。身体是生命的事，而人有生命和人位。啊，简单的说，在这里呀、啊，人位乃是带着他的位格啊，所以呢，树有生命，但没有人位。相对的，人不仅有生命，也有人位。照样，基督的身体需要基督做生命，而新人需要基督做人位。啊，我们需要看见教会不仅是身体，也是新人。因此，教会不仅需要基督做生命，也需要基督做人位。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篇题里面啊，帮助我们看见啊，我们啊需要啊以基督做人位啊，这个是为了教会这一个新人的产生啊。那在第一大点告诉我们啊，这个我们需要以基督做人位，这是对基督最高并最丰富的经历。弟兄们，我们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有没有对基督有最高并最丰富的经历呢？啊，这是一件非常紧要的事啊。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不是只是享受这个基督的生命的供应啊，这个非常好，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以基督做我们的人位呢？啊，老实说，你有生命啊还不带给你有太大的麻烦，但是啊你要接受另外一个人位，可能啊就会让你造成一些这个难处啊，这个两个人位啊就不太容易啊，这个需要啊很多的一个过程，就像婚姻的生活一样啊。我本身我很喜欢啊请我的姊妹啊帮我啊三餐料理多一点的青菜啊蔬果，我很喜欢啊，但是呢我姊妹呢对料理蔬菜蔬果就不太喜欢啊，哎，所以每次啊这个在用餐的时候说拜托多给我一些蔬菜嘛啊，哎，这个若是他以我做人位，当然他就会预备很多的蔬菜很多的水果让我来享受，哎，但是常常不是这个样子啊，他有他的想法啊。那这个婚姻生活要和谐，就要以对方做你的人位啊，感谢上面，所以通常我都是以他做我的人位啊，但是更高的是要以基督做我的人位啊，哎，所以我们就在这个调和的过程中，哎，那教会生活也是啊，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不是很好，哎，但是问题不是做不做的问题，是谁来做啊？是你做人位呢，还是基督做你的人位呢？啊，这个我们今天啊，还不是为了那个好的教会生活，乃是为了那个真正的教会生活。这个真正的教会生活，不是以你的人位，不是以我的人位，乃是以基督做人位，这个才是真正的教会生活。这个也是第一重点，说到神在他经纶里的心意啊，他的心意是什么呢？就是啊，要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这个不仅啊，这个做我们的生命，也做我们的人位啊。在这里啊，我们看见这个加害书的四章十九节啊，这里说到这个我的孩子们，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啊。在这里啊，我们看见这个他乃是一个人位啊，就好像一个怀孕的妇人一样啊，这个啊胚胎啊在我们的里面，在这个妇人里面呢、啊、开始有这样一个发展啊，他不是啊一下子就完成的，他是需要经过九个月的这个胎儿啊才慢慢的成型。那今天呢、啊、这个人位也是这样，
啊，那神的目标啊，乃是要得着这个人位啊，所以在他的里面，感谢赞美主啊，这个他带着他的位格啊，他在我里面啊，要慢慢的成型。所以今天呢、啊，感谢主，我们呢、啊、在教会生活里面啊，我们呢、啊、不是啊在那里啊啊有很多的新的观念、新的想法。今天呢、啊，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乃是要有这个新的人位啊，我们啊特别看见呢、啊，我们需要来经历基督做这个人位啊，这个主耶稣啊，哎，他就是啊一个啊这个非常好的榜样啊。这个在第二重点说，约翰福音启示，主耶稣在他的为人生活里是以父为人位，并且以父为人位而活啊。在这里啊，主耶稣他不活他自己，哎，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啊。这个在约翰福音5:19。那里说，只从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啊，约翰福音5:30，因为我不寻求自己的意思，只寻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在约翰福音14:10，不是我从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啊，从这里啊，我们看见啊，主耶稣他活出一个榜样，乃是啊不活他自己，乃是活另外一个人位，就是这位父做他的人位。因此呢，主耶稣的榜样叫我们看见有五个点。第一个呢，他不从自己做什么；第二，他不做自己的工；第三，他不说自己的话；第四，他不凭自己的意思做什么；第五，他也不寻求自己的荣耀。那今天主耶稣做了这样的榜样，那我们呢？啊，这个在约翰福音6:57，他说：“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啊，这个因啊跟凭就不太一样啊，他乃是啊因以啊这个父做他的源头。如果是凭啊，就像拐杖啊，你脚有点软弱，拿拐杖啊，哎，这个可以帮助啊。但是啊，什么时候你啊脚强壮了，这个拐杖就可以丢掉了。但是在这里不是。啊，他不是凭父活着，他乃是因父活着，啊，他乃是以他作为源头，啊，与他成为一，啊，所以在这里啊说，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弟兄姊妹啊，弟兄们，谁是那吃主的人呢？哎，我们都要成为这般吃主的人，啊，我们也要因主活着，啊，因为主啊是这样一个榜样。啊，在这里我们看见啊，虽然主作为神的儿子是全能的，哎，弟兄们，你同意吗？主耶稣是全能的，啊，他可以啊，在那里啊做很多的神迹的奇事，啊，但是啊，他在那里啊，这个以父为他的人位，啊，他在那里啊宣告他从自己不能做什么，啊，这个是不容易的，啊，因为他不凭自己活，乃凭父做人位而活。啊，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真正的教会生活就是不活我们自己，啊，只活基督。啊，今天若是我们还有很多的替代品，啊，那我们呢、啊，这个就不是真正的教会生活。这里说主怎样以父做他的人位，因父活着，我们也该以主做我们的人位，因主活着。啊，那这个昨天弟兄们特别提到达比弟兄。啊，这个我们很熟悉的这个补充本329，唯见荣耀你的基督，哎，就是啊，取自于翻译他的这个话，啊，这个特别说到何等喜乐，何等喜乐，我们能够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见，唯见荣耀你的基督，啊，弟兄们，我们今天在这里啊，这个我们需要、啊、以主做我们的榜样，啊，这个以主啊做我们的人位。那第三呢，就说到我们重生的灵乃是我们里面的人有内住了基督为其人位啊，所以在约翰福音3:6，那从啊从那灵生的就是灵啊，这里啊进一步的帮助我们啊来认识，哎，我们啊这个原本在得救以前啊，这个我们啊乃是以魂啊我们这个人啊作为这个人位。哎，可是我们得救之后啊，感谢主，有一个人位啊进到我们的里面啊，啊，就是这位主耶稣基督。
所以这里说到，我们若接受基督做我们的人位，我们就必须看见我们重生的灵不再仅仅是我们接触神的器官，乃是我们的人位啊，叫我们呢这个不凭自己活，乃是啊凭他而活。所以在我们里面的人里，我们不仅有基督做我们的生命，也有基督做我们的人位啊。这个就是啊我们需要来经历他啊。这个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这个啊神啊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啊。五章十二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啊。今天呢、啊、我们不仅有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呢、啊、在我们里面是那个人位啊。所以我们里面的人包含我们以更新的魂为其器官，以及我们重生的灵由基督这人位所内住为其生命和人位啊。所以今天我们呢、啊、需要更多的不仅啊接受他享受他做我们的生命，还要经历他做我们的人位啊。这个凡是他所要的，凡是他所喜悦的，我们啊都在那里与他合作。所以在这里啊，我们看见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啊，这个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啊。这个我们要穿上新人，我们需要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啊。我们需要与他做我们的人位啊。这个我们呢、啊、更多的来享受他啊。在以弗所四章二三节说到，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啊。若是啊我们没有这样的更新，我们可能还是在过我们老旧的生活啊。那这个老旧的生活啊，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教会生活，可能是在一种形式化，甚至在一种宗教的一种气氛里面啊。我们需要从这里面蒙拯救啊，我们就需要更多的操练我们的灵啊。这个在教会生活里面啊，不是安排啊，不是啊外面定规就好了啊。我们需要更多的活在调和的灵里啊，照着灵而行啊，能够啊在灵里啊与他是一啊。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求主怜悯，我们当以基督为人位，而活在我们的灵里，这里面的人里啊。这个在罗马书八章四节说，这个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啊。灵前六章十一节，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弟兄们，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啊、需要更多的操练我们的灵 啊。这个你会发现、啊、这一系列的信息，哎，我们觉得说弟兄几条，弟兄侍奉几条，应该是教导我们怎么样侍奉 啊。是不是在外面有很多的做法、啊、安排啊，如何做 啊。但是啊，这八篇信息你会发现、啊、每一篇、啊、都在那里光照我们，哎，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啊。这个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外面的安排，很多的外面的形式，但是啊我们却失去了这里面最关键的，就是这位内住的基督做我们的人位 啊。所以我自己的摸着里面啊，就好像我们平常，我想在座的弟兄们都是在我们各地啊非常劳苦的弟兄们，哎，但是啊我们啊来在一起，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啊，就像第一篇所说的，我们要被带回归向基督啊。这个我们需要向着这独一的人位来敞开啊。这个我们呢、啊、不仅啊这个要低头啊在那里啊拉车，还要抬头看线啊。我们是不是啊这个真的能够对准这个我们独一的目标呢啊。我们乃是需要与他做我们的人位，与他是一啊。甚至啊就是啊这个在以弗所三章十七节上所说的，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我们心里啊。我们需要更多的让基督在里面安家啊。这个安家啊，其实它的原文的意思是深深的住，是永远的住，不是短暂的停留啊。这位基督啊进来他就不想离开了，哎。那我们今天啊是不是啊能够啊以这个基督作为人位来活呢啊。我们需要更多的与他成为一啊，在乎我们需要照着灵而行。第四呢，我们需要否认我们的魂，就是我们原来的人位，而以我们的灵的基督做我们新的人位啊。这个就是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啊，这里告诉我们的不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啊。这里啊说的是基督这人位在我里面活着啊。这个第一个我是救我啊，他已经被了结了。今天有个新的我，哎，有啊，基督作为人位住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我们乃是要照着这个新的人位而活啊。这个在按照加太书2:20，我们这些重生的信徒有我，就是我们那已定了十字架的旧人位，还有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的新人位啊。所以我们需要啊，照着这个新人位来活。这个我们原来人位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啊，如今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做了我们新的人位，因此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啊。弟兄们，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看见，这个旧人位啊，这个旧人已经在十字架上被了结了。哎，我们啊需要啊看见，今天所要的乃是啊叫我们能够照着这个新人位来过我们的召会生活啊。这个第三小点我们一起来读哈，以基督做我们的人位，并不是勉强自己服从他，乃是因为我们爱他而照着他的喜好生活啊。弟兄们，我们爱主耶稣吗？这阿们声音一直这么小声啊。哎，我们来喊主耶稣我爱你好不好？主耶稣我爱你啊。阿们啊。这里说啊，这个我们乃是以基督做我们人位，不是勉强我们自己来服从他，不是在咬着牙啊来过召会生活，其实都因为我们爱他，他的爱啊更多的放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这里，这个大家出了这么大代价啊坐在这里，乃是因为我们爱他啊。哎，但是啊这个爱他的同时啊，我们需要啊更多的看见我们需要以他做我们的人位，而照他的喜好来过生活啊。那第五说到，首要的不是接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乃是接受基督做我们的人位啊。其实在这里啊这个逻辑啊很特别啊，因为啊这里第一小点说，我们若接受基督做我们的人位，就必须接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啊。所以在这里首要的不是别的，乃是啊以他做我们的人位啊。这个我们看见了、啊、这个哥罗西书3:4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啊。那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感谢主，他有他的这个位格在我们的里面啊，他渴望占有我们全人啊。弟兄们，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服侍召会生活还不容易耶啊？服侍弟兄姊妹容易吗？哎，服侍召会容易吗？哎，大家都不敢讲啊。哎，有时候还真的不容易。哎，但是啊问题就是，你是以谁做你的人位啊？哎，若是你基督做你的人位，你会发现服侍召会生服侍召会服侍弟兄姊妹好容易啊。哎，弟兄们好像不太阿们哎，就像夫妻的生活一样嘛，有时候你会发现哇真的这个多一个人还真不容易，以前单身的时候你要去哪里要做什么都可以嘛，随心所欲啊。哎，但是一旦结婚之后可以吗？哦，这个你几点回家可能还要跟姊妹交通一下啊。这个你发现了、啊、有一个人位在那里，哎，你就需要啊做一点事。哎，若是以他做你的人位，哎，感谢主，这个婚姻生活就会非常的幸福，非常的美满。哎，若是啊这个夫妻生活若是啊没有以对方做人位，很有可能就会最后啊就是分居或者离婚的下场。那今天呢、啊、我们呢、啊、跟基督已经结婚了啊，哈利路亚，有基督啊做我们的人位啊，我们需要与他一同来生活。哎，这里说到我们若接受基督做我们的人位啊，就能够长大并成熟。弟兄们，你会发现有时候在教会生活里面看到有些亲爱的弟兄姊妹说爱主嘛很爱主啊，说摆上嘛也很摆上啊，可是你会发现这个他的生命啊感觉好像没有那么样的长进，没有那样的成熟。为什么呢？最主要原因就是没有以基督做人位啊。这个在哥罗西书2:19说，持定元首本于他，全身借着经和节得了丰富的供应，并结合一起就以神的增长而长大。
在这里说到这个增长和长大乃是神在我们面加多啊。今天啊，神的经纶的分赐啊，乃是要将他自己啊，不仅将生命生命的供应分赐到我们的里面，他乃是要将他的人位更多的在那里传输供应到我们的里面啊。所以啊，我们啊，这个生命要更长大吗？我们要更多的以他做我们的人位来过照会生活啊。你看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他说到达到了长成的人，到四章十五节说到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他，就是元首基督里面啊，都是啊跟人位有关啊。所以啊，我们要以基督做我们的人位啊，感谢主，就能够啊带进了生命的长大并成熟。第六呢，就说到基督渴望安家在我们心里，哎，这个乃是啊我们借着让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而接受他做我们的人位，这个也是主恢复的目标。弟兄们，我们今天在主的恢复里面啊，要看见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要产生一个新人啊。我们盼望啊，让基督啊更多的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让他安家啊。弟兄们，这个安家啊，乃是啊让他有主权啊。有时候啊，我们让基督安家，可能只是让他做客人啊。哎，这个好一点就带他到客厅啊。哎，这个其他都不要去。但是啊，在这里安家乃是叫我们全人每一个地方都让他来占有啊。这个我们来读第二小点哈，当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我们就充分的以他做我们的人位啊。他的心思要成为我们的心思，他的情感要成为我们的情感，并且他的意志要成为我们的意志啊。这个就难怪保罗在林前二章十六节说到，这个谁曾知道主的心思能教导他，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思了啊。今天不是你的心思，也不是我的心思，乃是基督的心思啊。这个腓比书二章五节，你们里面要思念基督耶稣里面所思念的啊。那个思念呢，乃是啊从这个人位而来啊。这个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弟兄们一起配搭侍奉啊，这个我们知道在教会生活久了，最难聚的会就是侍奉交通聚会，哎，长老聚会。哎呀，这个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想法。若是啊，我们啊没有以基督做人位，哎呀，那个聚会啊常聚不下去啊。弟兄们阿们嘛，啊，弟兄们不阿们啊。好，这个我们在啊这个召会生活里面啊，这个我们需要更多的操练我们的灵，以他做我们的人位啊。那我们在这里有个榜样，就是保罗啊。这个第七重点说，使徒保罗是接受基督做人位的榜样啊。你看在提前一章十六节啊，他说：然而我所以蒙了怜悯，是叫那耶稣基督在我这罪魁身上显示他一切的恒忍，给后来信靠他得永远生命的人做榜样啊。这个召会生活里面啊，需要有榜样啊。哎，我们说要看榜样学榜样，还要做榜样。哎，所以弟兄们，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榜样啊？我们今天要做的榜样，乃是要以基督做人位的榜样啊！啊，这个我们不是进入这个信息之后，我们回到我们的召会生活说，哎，你要以基督做榜样啊！这个不是对别人说的，我在说这个信息都是要我们要带到蒙光照里面，哎，不是啊，别人啊，乃是我需要率先做这样的榜样。保罗就是这样的榜样啊！他不仅啊在那里啊有基督啊这个启示到他的里面。啊，加拉太书一章十六节，还有基督活在他的里面啊，还有基督啊成形在他的里面，还有基督安家在他的里面。哎，最后啊，他就完完全全过一种的生活，什么样的生活呢？以基督做他的人位。你看在林后二章十节，你们饶恕谁什么，我也饶恕。我若曾有所饶恕，我已经饶恕的，是在基督的面前为你们饶恕的。这个基督的面啊，就是指的眼睛周围这个部分啊，这个脸的标示啊，这个啊，他不是啊，因为他宽大，不是他宽容，不是他良善，所以在那里宽恕人。他今天过一种的生活，乃是以基督做人位啊。有时候我们看那个人的眼睛周围部分，就知道他的喜怒哀乐。弟兄们，你知道主耶稣的喜怒哀乐吗？啊，若是啊，我们以他做人位，我们就很注意啊，他的啊这个。啊，眼的周围的标示啊，来过生活。所以盼望啊，在这里我们看见了、啊、
我们必须在基督的人位里来行事为人，过我们的召会生活，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啊，在那里认识、经历并活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而有啊真正的召会生活。啊，主祝福我们，我们弟兄继续的加强。好，亲爱的弟兄们，好不好？我们再把这一次训练的总题，我们一同来宣读一次。认识、经历并活包罗万有的基督，而有真正的召会生活。这个总题，对不对？就两个关键的词，第一个就是基督，第二就是召会。所以这个信息就是说到关于基督与召会。那就是基督乃是包罗万有的基督，说到召会就说到真正的召会生活。所以我们看这八篇的信息，每一篇都是说到基督如何，然后召会如何。比如说我们第二篇，对不对？早上那一篇就说到基督是素祭，我们享受基督做素祭，我们的召会生活也会成为素祭。那这一篇就说到我们接受基督做人位，我们的召会生活就会是一个新人。所以这八篇信息每一篇，弟兄们都可以照着这一个思想来进入，究竟在这一篇里面如何把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经历并活。现在活就是我们的应用，叫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召会生活。讲在第一堂，弟兄就特别说到真正的召会生活不同于我们所领会真实的召会生活，就它是 genuine 并不是讲 real， 就说我们大家都活在真实的召会生活里，对不对？我们都在各地，我们都在过什么？我们都在过真实的召会生活，但我们所过的不一定是真正的召会生活。对，比如说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召会生活，在真实的召会生活里有分裂的情形，对不对？有二弟兄的情形，有这个拜偶像的情形，这个有吃既有像之物的事，有淫乱的事等等，这个叫做真实的召会生活。比如《使徒行传》第二章，从召会生活开始，他们就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擘饼和祷告，对不对？这是真实的召会生活积极正面的一面。但呢，到了第五章，我们就看见有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欺哄圣灵，那这是不是真实的召会生活？是，对不对？但是不是真正的召会生活？不是，对不对？然后到了第六章，他们就有人在那里抱怨，抱怨关于日常供给的事，抱怨关于可能是跟饭食服事有关的事。那这些抱怨是不是真实的召会生活呢？对不对？是。那是不是真正的召会生活？对不对？这个应该就不是叫真正的召会生活。所以弟兄们，我们在各地我们都过着真实的召会生活，但是盼望我们的召会生活并不是只是所谓的 real church life， 我们需要往前到 genuine church life。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负担。那这个召会生活并不是我们所期待所谓好的召会生活，或者所谓甜美的召会生活。我记得这个 Ron Dion 在讲信息，他特别说到他去查了，他去搜寻整个这个系统，李弟兄到底有没有讲过甜美的召会生活。他说有，但非常少。那我也去搜寻了一下这个李长寿文集搜寻系统，就只有找到一处非常简短的一句话，甜美的召会生活。但其实我们还蛮常用的，对不对？但李弟兄几乎是没有用这一个词。也就是说，我们对召会生活有我们的期望，有我们的看法。
但我觉得这个信息很宝贝的，就带我们归回基督自己，让我们来认识基督，来经历基督，来活基督，叫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召会生活。那这篇信息就着基督这一面来讲，就说到我们需要接受基督做人位，就着真正的召会生活来讲，就说到召会应当是一个新人。好吧，弟兄们，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纲要。我们先把这个每一个点它的这个思路跟重点，我们把它点一下。对，第一大点说到我们需要以基督做人位，这是对基督最高并最丰富的经历。虽然我们没有时间导言背讲，但我们很简单的还是把思路点一下。对，这里有七个终点。第一个终点是从神在他经纶里的心意来看，来看关于基督做人位这一件事。那第二个终点就是摆出主耶稣的榜样，说到主耶稣他如何以父来做他的人位。那第三个终点就讲到今天基督做人位乃是在我们重生的灵里，在我们重生的灵里有基督做人位。所以我们重生的灵就是我们那一个新的人位，所以它对应到第四终点。所以我们要否认我们那一个旧的人位，旧的人位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魂。所以这个其实这个三四终点它是互相对应的。对，重生的灵就是我们的新的人位，有基督内住在其中来做人位。那四终点就讲到，所以我们要有新的人位，我们就需要把我们旧的人位需要否认，那个旧的人位就是我们的魂，就是我们原来的人位，而需要以灵里的基督做我们新的人位。所以接着五终点就说到，所以这个我们不仅是接受基督做生命，乃是接受基督做人位。那这个在经历上来讲就是基督，要让基督安家在我们的心里。末了还有保罗的榜样，所以这里你看有 摆出了两个以基督做人位的榜样，一个是主耶稣他以父做人位，末了是说到保罗他以基督来做人位。我想这是这七个终点简单的思路，我们可以稍微再复习一下，对不对？第一，说到基督做人位，这乃是神在他经纶里的心意。那第二，主耶稣就是这事的榜样，他以父作为人位。而今天我们重生的灵就是我们的那一个新人位，所以我们需要否认我们的魂，那一个我们原来的人位，那一个旧的人位，这样我们就能够以基督做人位，也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要让基督能够安家在我们的心里，末了如同使徒保罗所给我们的榜样。我呢想在这一段里面有几处蛮重要的经文，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并没有任何一处经文是直接说到以基督做人位，对不对？有经文说到基督是生命，对不对？比如说约翰福音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然后到哥罗西书三章四节说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圣经很明确的说基督是生命，也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但是圣经你找不到一节说基督是人位或基督是我们的人位，对不对？没有任何的经节有这样的发表，对不对？有经节发表基督是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但没有经节说基督是人位，基督是我们的人位。但是在这样就着我们属灵的经历上来领会，我想最重要有两处经文说到关于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的人位。第一个就是加拉太书的二章二十节，我想刚才这个光庭弟兄跟我们点过了，
那这里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里的我就是那一个我们原来的人位，就是那一个旧的人位，就是以魂为我们的人位的那一个旧人位，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然后很重要这句话，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乃是基督，这里的基督就是指基督作为人位，在我就是那一个在我们重生的灵里，那一个新的人位，也就是所以这是一个关键的一句话，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另外更关键的一处就是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使基督借的信安家在你们心里。这里的安家就是他在我们的心里面建造他的家，叫他能够住在我们心里的每一个部分，我们的良心，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能够住，那一定是一个活的人位，对不对？我们不会说一张桌子住在我家，对不对？但我们会说某某人住在我家，所以基督能够在我们里面安家，扩展到我们里面的各部分，说到他不仅是一个人位，而且是一个非常强的人位，一个活的人位安家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主要是根据这两处的经文来说到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的人位。如果弟兄们去读李弟兄的信息，大约是从1970年左右开始，李弟兄开始说到关于这一个真理，关于基督做我们的人位。那特别在1972年说到雅歌中所描绘的生命与建造，其实蛮早，对，1972离现在已经多久了？50年了。其实50年前，在这本书雅歌中所描绘的生命与建造，其实那里李弟兄就已经很强调关于基督不仅是生命，还是做我们人位这件事，就从雅歌里面的表号就可以看出来。雅歌那里说到，对不对？这个法老车上到的骏马变化成为这个鸽子然后百合花等等，这个骏马、鸽子、百合花多少都还带着一点的个性也就是说都还有它的人味但是呢渐渐变化成为什么呢？成为有其中有四个项目，一个是烟柱然后就是华轿、卧榻跟冠冕，我们看这四个东西已经没有个性了，也就是没有人位了，都是以基督做人位，对不对？烟柱，对，烟柱它没有人位它已经是这个，对不对？它是虽然顶天立地坚刚但又是蛮了弹性的。那这个华轿，对不对？华轿与乘轿者是一，卧榻与卧者是一，华冠，对不对？是这个婚娶之日戴的，新郎与新妇是一，对不对？这都是说到以另一位来做人位了，对不对？华轿的人位是什么？是乘轿者。卧榻的人位是什么？是睡卧者、躺卧者。冠冕的人位乃是新郎与新妇是一，在他婚娶之日给他戴上的冠冕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是一个人这个对基督进展的经历这个就失去了就说他这个就不再活他原来旧的人位他乃是有这个新的人位好，讲这是关于第一个大点所以有了这个第一个大点，接受基督做人位我们就会有一种真正的召会生活弟兄们，我们一同来读第二大点，我们要为着召会这一个新人接受基督做我们的人位。好，这有八个终点，好，我们还是先把这八个终点把它点一下它的思路。好，第一个终点
我说到召会基督的身体乃是一个新人，为着完成神永远的定制。所以第一重点先说到召会作为一个新人乃是为着神永远的定制。那第二重点呢，我就把关于身体跟新人着重的点做一个区别。其实身体就是新人啊，新人就是身体，这两个就是一。但是在这里仍然它是有它着重的点的区别的。所以二重点说到召会基督的身体重在生命，而召会是一个新人重在人位。所以这个是它着重的点是有区别的。我们讲身体重在讲生命，讲新人就重在讲人位。好，接着从第三重点开始就讲这个新这一个新人的各方面。第三重点主要在讲这一个新人的组成，他是一个团体的宇宙的人。大家可以看一下三重点的一小点的最后一句话，团体新人各部分是新人的组成分子。所以三重点在讲新人的组成分子，这点我们回头再来看。那第四重点在讲什么呢？在讲新人的人位，就是谁呢？基督。基督身体的生命是新人的人位。四五重点是一组，说到新人的人位，所以是既然是基督，所以我们需要以基督为我们的人位。六重点说到什么呢？新人实际的出现。讲到新人实际出，或者你也可以讲，这也在讲关于新人的更新。新人的更新。那七重点在讲新人的生活。七重点大家有看到最后一个词吗？我们的生活就会是新人的生活。翻过来末了第八重点在讲新人的得成全。得成全。所以大家看八重点的第一小点，一地一地的圣徒都要得成全。八重点的第三小点，这个新人得成全的时候就是主来的时候。至终这个得成全的新人将是新妇。所以这是八个重点的思路，我们再把它复习一下。一重点说到新人是为着什么？完成神永远的定制。第二，我们要认识身体跟新人它着重的点是有区别的。那从第三重点就来讲新人的各方面，三重点先讲新人的组成分子，第四第五重点讲新人的人位乃是基督，第六重点讲新人实际的出现，就是在这就是新人的更新，第七重点在讲新人的生活，第八重点就在讲新人的得成全。好，所以想这个纲要是非常宝贝的，对，把这个关于召会是一个新人各方面说得非常的清楚。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纲要一重点，召会基督的身体乃是一个新人，为着完成神永远的定旨。好，二重点，召会是基督的身体重在生命，而召会是一个新人重在人位。这样大家还可以进一步写，这个身体重在生命是为着什么？为着行动。身体是为着行动的，对不对？我们行动都是借着这个身体嘛，我要去哪里，我要做什么，我要说什么，这些就是行动。这都是根据于身体。而新人重在人位，它是在于生活，如何生活。所以大家可以把对不对 这两排对应一下，召会是重在讲，对不起，身体重在讲什么？生命是重在什么？行动。然后这个 新人、一个新人是在强调人位，人位是为着生活的，生活也就是做决定做主张，我到底要如何生活。事实上这个是决定了身体的行动，对不对？你可能领会，觉得好像行动好像比生活更强啊，其实不是啊。
对不对？这个决定，比如说，虽然我说话、我行动、我去哪里、我做什么是借着身体，但我说什么话、去哪里、做什么，对不对？构成一个生活，这是由人位来决定的，对不对？这虽然，对不对？身体是有嘴巴作为说话的器官，有手作为拿的器官，对不对？有脚我作为可以走路的器官，但它是由人位来做决定的，哦，就是决定我们过什么样的生活，哦，你才会说什么样的话，对不对？然后去哪里做什么，哦，所以可以说这个关于这个新人，哦，重在人位，也就是决定我们过什么样的生活，哦，这个其实是更进一步的经历的。好，那这个第三终点，圣经启示一个新人乃是一个团体宇宙的人。哦，一小点，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都与基督是一，成为这个新人，因此我们众人乃是这一个团体新人的各部分，是新人的组成分子。哦，所以这个新人的组成分子，他乃是一个团体的，哦，团体的。二小点，一个新人是团体的神人，我把它画起来。所以这个新人组成分子其实就是一般团体的神人，是所有神的集大成。我们把所有神人摆在一起，就是一个新人。哦，所以我们常有时候会混用啊，比如说我们有人刚得救嘛，我们就说，哎，这个人是新人。但那个新人我们是指他是刚受浸，刚得救，这所谓这个刚信主新人。但我们这里讲一个召会是一个新人，并不是单个的，不是单个的人，乃是一个团体的新人。那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主要是根据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说到，在他的肉体里废掉了那规条中诫命的律法，好吧，两下在他自己里面创造成一个新人。两下，两下是指什么呢？就是犹太信徒跟外邦信徒，哦，就是把这两下，哦，原来中间是有隔断的墙的，是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哦，就把两下，把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哦，把他这个在他自己里面就创造成一个新人，哦，所以表这个新人乃是一个团体人，哦，这个所以新人的组成成分就是团体的神人，哦，也就是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那里所说的，哦，就没有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和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和希古提呢、为奴的和自主的，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哦，在这样的一般人里面，哦，就是这一般新人。好，第四，基督是身体的生命，也是新人的人位。一小点，在一个新人里，天然的人没有地位，在新人里我们都没有地位，因为在此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二小点，基督在我们众人里面，所以我们众人只有一个人位。三小点，神所关切的乃是我们是否接受基督做人位。第五终点，为着新人，我们都需要以基督做人位。一小点，在一个新人里只有一个人位，就是基督。二小点，新人不在于肢体，乃在于人位。我们都需要问，谁是我的人位？是我还是主耶稣？哦，所以这个很重要，要问谁是我的人位。哦，弟兄们，我们都要常常问谁是我的人位。哦，当我们要说话的时候，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要问谁是我的人位。第六终点，为着一个新人实际的出现，旧人的整个人必须除去，并且我们必须凭我们的新人位基督活着。我们说到新人被已经被创造了，但新人的更新，也就是新人实际的出现，仍然在过程中。弟兄们，我们看这个经文，对不对？新人在哪里被创造？
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就创造了一个新人，但是新人还需要得更新。新人得更新主要是两段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那你说我们需要在新思的灵里得以更新，然后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乃是照着神在那时期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新人已经创造，所以这个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说照那时期的义和圣中所创造，那个创造是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的创造。新人已经创造，但是还需要更新，所以在哥罗西书三章十节也说到要穿上新人，这新人照着创造他者的形象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所以如果问新的创造在哪里呢，对不对？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五节。那新的更新在哪里呢？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特别说到在新思的灵里得以更新，还有在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要穿上新人。对不起，是说是这新人照着创造，对，穿上新人，然后照着创造他者的形象渐渐更新。所以这是为着新人实际的出现。所以六中点的一小点，我们既知道从前的人位已经钉了十字架，我们就不该在那个人位里凭那个人位或同那个人位而活，对不对？这个就是要脱去旧人，把旧人与主同钉十字架，不再以我们的魂为人位，乃是要以我们重生的灵作为我们新的人位。所以二小点，我们做基督徒的标准不该是对或错、好或坏，乃该是一个人位。要紧的不是我们在做什么，乃是谁在做。给我们这句话非常重要，这也是帮助我们如何来经历，能够来经历这个新人的更新。就是不是我们在做什么，乃是谁在做。所谓脱去旧人，那里的旧人主要就是指着我们的旧习惯，脱去从前的生活样式。其实弟兄们，我们虽然在教会生活中多年，但事实上我们得承认我们相当多在我们的旧习惯里。快的人就一直快，慢的人就一直慢，保守的人就一直很保守，常常就是这个情形，对不对？有的人就一直说要出去传福音，出去传福音，有的人说啊，再交通看看，再交通看看，对不对？这其实都真的是旧习惯了。说快也是习惯，慢也是习惯，有时候所谓的积极也是习惯，保守也是习惯。所以实际上我们都要问，到底是谁，谁在做，谁在主张。七中点，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的人位来过我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在做主张时以他做人位，我们的生活就是新人的生活。哇，你看那么简单一句话，做主张时以他做人位，弟兄们，这就叫做新人的生活。虽然这话简单啊，但真的不容易啊，就是不要，白话讲就是不要自作主张啊。有时候我们教会生活中服事久了，不仅自作主张，还帮别人也一起做了主张，对不对？反正你们就听我的就对了啦，对不对？自作主张啊，然后也帮大家去做主张。这个其实不容易耶，弟兄们，我觉得这个在我们身上真是要脱去旧人，脱去我们的旧习惯，脱去我们旧的方式。事实上我们那个聚会的方式，其实真的说真的蛮老旧的啦。有时候真的看看我们的薄饼聚会，看看我们的祷告聚会，看看我们的申言聚会，弟兄们，我不敢说惨不忍睹啦，这个但有时候真的没有差太多哎，这个真的我们真的太在我们的习惯里，太多的旧的习惯，就构成了我们真实的教会生活。
但不是真正的召会生活。一小点，在新人里，我们接受基督做人位，来计划并决定我们该怎样生活。弟兄们，对不对？我们要有很多的计划，很多决定，特别在座有些负责弟兄，对不对？常常人家传个讯息，就是等你有没有回阿们，对不对？拿东西来给你签名，要参加全间训练了，需要我们签名，甚至海外开展需要我们签名，等等，弟兄们，我们不要变成就是在那里变成盖章的功用，签名的功用。我们需要基督做人位，做计划，做决定，做主张，以基督做我们的人位。所以二小点，我们若接受基督做人位，就不会对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事自作主张。这句话是对不对？不能自作主张，因为我们乃是在那新人的一部分。末了，我们若得着启示并蒙光照，就会看见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大家都得一同起来，为着一个新人接受基督做我们的人位。一小点，一地一地的圣徒都要得成全，叫他们众人都达到这个境地，为着一个新人接受基督做他们的人位。把得成全画起来，对不对？弟兄们，我们都需要在这件事上得成全，就是关于接受基督做人位的事上得成全。二小点，就是所有主恢复中的圣徒都为基督做他们的人位，这样他们就自然而然会成为一个新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第三，一个新人得成全的时候，就是主来的时候，这个得成全新人将是心腹。所以在这里有三个词，一个叫做基督的身体，然后新人，至终就是心腹。所以今天召会应当是基督的身体，并且也应当是一个新人。当这一个新人实际的出现，当这个新人得成全的时候，他就得着了心腹。所以我觉得在经历上，有几个很关键的点，很关键的点。第一，我想就是我们的旧人需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不再活我们原来的人位，我们需要以重生的灵作为我们的新人位。那第二，我想我们需要让基督来安家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见、主张、决定，都以他做我们的人位。第三，我们要常常问，究竟是谁在做？那第四，我们不要自作主张。我想末了第五，我们都能够被成全，为着预备基督的心腹。